他魂啊，要滴滴相修，慈悲啊，智慧啊，这是修行者不可欠少啊。所以，咱时时爱运用咱的心，安怎样会当入人群中，从众生所亏欠，咱所拥有的来普施众生。众生所亏欠的，无故意精神面甲物质，精神物质啊，上重要的是精神。心那是满足啊，生活呢会当真简单顺服，物质啊会享用是有限。世事呢，心若无满足啊，物质搁较多，搁较丰富，享受也是无止境。所以佛陀来人间啊，伊的慈悲就是普及予人人，会当满足迄个心。啊，心要安怎才会当满足呢？爱通彻道理，道理若清楚啦，自然心嘛，都会当定定真满足。所以佛陀来人间，就是释教、施教，满足众生所需求的。这也是我们学佛啊，我们应该所得的施行的道理哦。所以慈悲那就是令人啊，令人呢就是悲观不暇，坚持慈悲的原力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啊，伊个名称就是叫做灵人，就是要显示这尊佛伊内心嘛，所得要表达，伊人间伊所欲施教，甲众生有使命感，那就是慈悲咯。慈悲就是爱普及。众生也就爱，甲众生有好缘呐。六九以来啊，三大五经集结所专修的行，那就是培养慈悲心。所以呢，悲观不暇，这就是啊。三大五经集结所累积啦，伊个心愿吼，啊，为众生啊，真侪个苦难无法度通好解啊，所以佛陀还是不舍众生。虽然众生顽固、刚强、难调、难服，确实呢，佛也是共款。悲观不暇众生，除了悲观以外呢，也都各有定慧，心爱定啦，也各都爱有智慧啦。常常甲大家讲，智呢是分别智，一当通分别世间呢，是或是非，这就是智。那这呢，就是一股的力量，是对的，爱坚持去做；是唔对的呢，爱有迄个毅力去拨低调去。这就是地地力，也那是慧呢，就是平等慧。众生啊，会刚强，
伊用柔软的耐力来调和，所以讲定、慧、智力，这呢嘛是要来调教众生不可欠少，所以讲需要令人，需要定慧，需要悲观，需要智力。悲观不舍，智力会当通剖析一切众生。人世间啊，真正要为人群付出，真辛苦啊！啊，这则辛苦，要安怎呢？啊，都爱忍耐嘛，啊，爱扛忍，扛得忍耐，迄、那个苦中之苦啊，众生真辛苦，六道轮回啊！迷茫未醒起来，众生真苦。那么菩萨啊，诸佛入这个人群苦中之苦，甘愿安尼入去，那无令人定慧啊，那有迄个愿力，好入这种苦中之苦的苦。环境的，入去迄个所在做虾米呢？现象，就这个苦中苦，众生的形象，甲大家人讲，这是苦的哦。那咱是不是大家爱赶紧知影苦，来脱离这个苦啊？离开这个苦的境界，有真自在、开阔的境界啊！有真正呢，宁静、热、奥妙、宽旷的所在，会当予咱真自由，会当予咱无有烦恼束缚，无恐惧、无苦难，遮尼正悠游解脱的地方。啊，这是要安怎样才会到达呢？啊！就亲像我安尼，我爱去了解真多的道理，我了解啦。我即马要甲你分享，甲你讲安怎样脱离苦的方法。来，你对我安尼做，来，你对我安尼行，安尼呢，自然咱就会当到达迄个解脱无阻碍。的环境中逍遥自在，这嘛就少不多呢。在人间啊，现象生活，咱才会当这嘛才知影讲哦，咱要安怎样修行啊？是亲啊，挂碍啊，那心无挂碍啊，无有爱欲贪着等等啊，才会当起底呢。真起这个境界，这呢就是咱爱按照佛陀所说法的道理，咱爱接受，咱接受了后，哦，我也已经呢心无挂碍呀，啊，我也已经呢无有迄个烦恼牵绊着啦，所以我的经验。我搁再讲予你知，真呢，就是主动度他，会当走入迄个真快乐、乐中之乐啊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无有烦恼，无有贪嗔痴慢疑，无。人我是非的争端，顶顶啦，完全呢，把这些烦恼，安尼拢总
放下，啊，快乐啊！所以，苦中苦，或者是乐中乐，这些要看咱生活态度。过去咱讲过去，佛陀生活要具足十方如来。应供正遍地明行足善世世间界，无上士调御众生，天人师佛世尊，这十方呢，咱就爱好好来学啊，要安怎样，会当名副其实。佛陀伊令人。伊记住了十种的德行，这十种的德行是咱爱好好来学习的。尤其是咱人生难得啊，咱伫这个人群中会当得闻佛法啊，就是要伫天人间啊来开一个大福田啊。定啊，讲天伫人群中就有天呐、啊，人间天堂就是富贵人间，富贵人间呐、啊，讲学道人，咱会当好好运用咱的智慧啊，令人定慧啊，要安怎样？就这个苦难因缘、苦难众生，安怎样释放呢？和富贵。人间天人呐、啊，会当通来接受，开发伊个爱心，也付出为苦难人，这嘛就是可以接近佛法的初阶，开始呢，可以有这个福田啊，正大福田呐、啊，这点无量义经啊，十功德品来的嘛是有啊，所以。咱来引导人人呢，为苦难人去付出呢，为苦难人做大福田呐。苦难有的是精神空虚的苦难，有的呢是物质不足的苦难，所以咱爱在人群中呢做大福田，这嘛是咱学佛啊真重要的一环吼。所以上面讲过去，佛啊具足了十好，他就在人群中啊。开始呢，演说正法，初善、中善、好善，机宜深远，机宜巧妙，顺应无杂，具足清白，圆行智相。这段经文接着，文殊菩萨。向弥勒菩萨讲，过去有这尊佛，日月灯明，伊也是十好具足，伊也是在人群中呢演说正法，伊同款也分成了初中好，初善、中善、好善，什么叫做初善？中善好善呢？咱来了解什么叫做初善。初善就是讲佛陀啊，伊成佛，常常甲大家人分享过讲，佛陀伊伫啊迄个定中啊，夜度明星，忽然间啊，
伊的心，甲天空中迄粒星，安尼汇合起来，也就是啊，小乾坤甲大乾坤呐，安尼呢，忽然间汇合起来，哦，迄个心啊，这个身体，定来讲，身体是一个小乾坤呐，也未降我以前。那就是一个个体，人生一个小乾坤。但是呢，修行过了一段的时间，心甲心嘛，完全静寂落来的心，静寂清净，在这个境界啊，已经超越了自我。这个小乾坤啊，迄个时阵静寂清净的境界，迄个眼光啊，都到天空，迄粒星安尼呢汇合起来，那化小为大啦。迄当阵呢，心包太虚，两洲三界，原来啊。原来，咱的心呢是这么这奇妙啊！唔只是干呐，伫这个地球的这个乾坤之意，伫这个乾坤以外呢，阁有大世界，心啊真辽阔。所以当阵，佛陀第一句话啊，就讲：自在，自在啊！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性，这是伊第一个念，伊的心甲迄个境界呢，安尼混合起来的是第一个感悟。大地众生，人人呢皆有如来的智性，所以毋是干那我呢定。伊才会一直讲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佛陀这种的心灵境界来看咱众生啦，原来人人众生拢会当成佛啦。原来人人众生呢，都含有着这份圆明一性的本领伫咧啊。所以这就是啊。佛陀真欢喜，真快乐，一直想要甲这个境界啊，会当赶紧呢，甲大家人分享啊。伫迄个心灵境界起来的时，哇，十方诸佛啊，甲定心发心菩萨啊，完全呢安尼集回来，这叫做。花严海会的境界，这中间也有天护法啦，天龙护法也完全涌现来啦。那有这么正殊胜的境界呢？十方诸佛菩萨拢总集会来，所以诸天护法也拢总到位了。在这个心灵的世界里，那佛陀开始将伊所体会到这宇宙的真理啊，两洲三界心包太虚，遐尼正辽阔的心境啊，这个道理一直要讲出来，但是所观看的啊。天人啊，天哪、啊，听无啦，体会未到啦。迄当阵有一道啦，佛陀心里真正哩起上啊，想要将安尼起入灭啦。既然我成佛了后，这好的道理要甲大家人讲，除了诸佛菩萨体会我的心。啊，哪会这个天啊，龙八部呢，拢无法度通体会呢？
安尼我生活有啥物路用呢？啊，来试入面，伫迄个中间，祝福啦，过去祝福来安慰释迦文，这些佛的境界，伫《法华经》内底，原来有这段叙述，这段的境界哦。所以啊，过去的祝福啊，开始来安慰，请佛陀呢，爱运用伊的定慧。你的悲观达成啊，定慧呢，爱发挥出来，因缘众生恭敬难调和，所以这都爱运用你的定慧，心爱定啦，发挥你的智慧啦，这些你的能力之内做得到啊。从安尼开始呢，哦，本来说华严乃佛。自修自证之道，伊安尼修行，伊安尼证果了后，迄、那个境界经过了空劫，正长久长久的时间所修来所得的，经过了三百五千几劫，真无容易才证。人天不敌，现在所说的法啊，人天不敌。您爱知影吼，啊，讲话人若听无呢，嘛是真泄气呢吼。其实佛心人心是同款的心呐，所以佛陀才讲，人心有佛心，佛心有人心嘛。这乱呢，正人间化，真正是顺理成章。各位，大家人都有佛心。修行，咱必定爱彼此相闻呐，吼，咱悲观呐，令人个定慧啦。悲观，咱爱不舍众生，虽然伫因缘呐、五浊恶世众生烦恼重重，虽然真辛苦，但是呢，咱甘愿伫这个苦中苦中呐，咱要安怎样去施行呢？乐中乐，予大家人一旦接受了佛法呢，一旦将这个快乐啊，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这必定爱得法，得法乐啦，才一旦有这份法喜的心情，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。